为推动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计划，交通部路政司副司长张顺清十四日率队视察鹿港绿色交通计划及南门户地下停车场计划，实地了解鹿港交通建设，期待在中央、地方等相关单位的努力下，让鹿港风华再现。在张政委跟院长的一个主持之下，特别责成部里面一定要亲自来到这个鹿港现刊，实地了解地方的整个一个规划的一个内容跟需求。交通部各位长官到鹿港来现刊，也希望说能够支持我们这个计划，让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将来能够脱胎换骨，再造这个鹿港这个风华。知名度跟咱未来发展，相信鹿港这个国家历史风景区呢做好了，鹿港不只是彰化的鹿港，变成国际品牌，以后会真侪国外人会想要来造访一个地方。鹿港绿色交通计划包含县道144线、142线联络道新建工程、鹿港转运站、区域快捷巴士、绿能巴士等多项计划，再加上南门户鹿港国中地下停车场新建计划，合计经费达14亿元，整合交通、文化与观光，建构鹿港地区绿色生活及便捷的交通路网。公益频道张华韵，鹿港采访报道。